飞蚊合不合适？哦，这样，哎，乖孙女，可是妹子多几多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等一下。这个好像是那个叔叔姑妈吧？啊，好像是。我先去问一下，你停车。哎，你好，阿姨。你等我一下。哎，你好，阿姨，打扰您一下。你是不是那个叔叔的姑妈？是啊。那个，我问你一下，就是我今天过来遇到你，那个叔叔是不是还差你钱啊？是差我钱。他还差你多少钱啊？800。那你以后不要去找他了，好不好？他差我钱，我怎么不找他呀？这样吧。我呢是叔叔的一个朋友，就是我把他的800块钱还给你，今天，我等一下啊，那个你以后就别去找他了，哎，不是，要不你这样吧，你给我写个条子好不好？写什么条子哦？不难，你还就帮他还了。行，那你答应我，你别去找他了，以后。他把钱还我，我肯定不找他。对，他一个人带着他奶奶也不容易，你别去找他了，好吧？完了，我就不找他了。钱够吧？刚好800。行行行，那也麻烦你了。没事。哎呀，在后面，我弟。哎，在这儿，叔叔，没听到吗？哎呀，叔叔，我刚刚去你家，我问奶奶，奶奶说你在后面挖地。我说我来看一下。刘哥，我跟你说个事情。什么事啊？什么坏人？不要来找。这。你前两天把我欠姑妈的钱还了，姑妈回到村以后。婚也离过婚的人，我的命也就这个样子，但是我不能影响到你了，刘哥。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，你的钱我也尽快想办法给你。哎，叔叔，你看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是在意这些流言碎语干嘛？像你这么善良朴实的女孩在这个社会上已经很少了。叔叔，我今天是不是不应该来啊？也知道成年人的世界会在瞬间崩溃，我们都在平凡的日子里拼命挣扎，拼命想活成别人期待的人啊，就算四海为家，就算风吹。叔叔，还是换我来给你背吧，反正也没多远。不用了，刘哥，我自己可以的。那我来拉你一把。哎呀，哇，我看着都挺重啊，这个。谢谢你，刘哥。没事，我给你拿锄头吧。哎，叔叔，我去给你把这个门给它打开。不用不用，刘哥，我今天背着柴从这儿进不去，我往正门走。哦，行，那你慢点哦。来，对，哎，叔叔，刘哥，那我就先回去了吧，今天我感觉我都不该来的，你看。没事的，我现在要去给奶奶煮面条，要不你吃了再走吧。每次来都没有吃饭就走，还给你买这么多东西。这方便吗？这样。没什么的，只是我们晚上吃面条，只要你不嫌弃的话，一起吃就好。嫌弃肯定是不会嫌弃的，如果说方便的话，那可以。我这会儿恰好肚子有点饿了。好好，那你等我，我去给你煮吧。哎，面煮好了，这么快啊？来来来来，吃面吧。你拿着，这有，来，刚好小心烫。来，牛哥。哇，这么大一碗啊！是的，大一碗。你好呢？好呢。小心烫哦。哎，来，我
给你拌。叔叔，你的面呢？我马上去端。你和奶奶先吃。行。小心烫啊。吃吧，奶奶，你先吃吧，吃吧。这面有点糊了。没事。奶奶吃，奶奶你吃，我不吃，我不爱吃。叔叔。怎么了，刘哥？我和你换一下吧。不用不用，我这碗就够了。不是，我和你换一下吧。不用。我和你换一下。快吃吧，快吃吧，我平时不怎么爱吃肉，奶奶晚上吃的比较少。不吃。像我们没事的话，晚上一般就是吃一点面条啥的，比较容易消化。行行，好好好，行，我看着是挺不错的。你看一下味道够不够？不够，要是差点啥佐料，我再给你放。嗯，行，好好好好好。哎，绯闻合不合适？我知道了。真的。等一会儿我给你帮娃子喘气，就睡觉了哈。叔叔。哎，哥哥。那我就准备要回去了，这会儿天都黑了。好。你和奶奶就早点休息。好的，牛哥，那个天黑的话，你开车慢一点。哎，好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好的，好的，那你慢点啊。嗯，好。